就是傲慢呀。越接近，反而有点不知所措。这里真的有我要的答案吗？毕业设计没灵感，他就劝我来澳门看看，到他的家乡散心。我仅仅寄一张明信片给我指路，这算什么呀？真不愧是个直男。与他大学同窗多年，虽然彼此有好感，却是缺少火花。毕业之后的车道或许就会渐行渐远了吧。哎呀，我在想些什么呢？还是先跟他会面吧。美女，你要去这个地方吗？嗯，这里就是大三班，我现在可以带你去。大三班？啊，就把我放这儿了？哎呦，这么多人，我在哪儿？我是谁？哎呦，完了完了，都怪这个直男，从来都是温吞慢热，就不能说清楚点儿？咦，有很多好吃的。是啊，耶，就是这儿了，好宏伟啊！可是这么多人，我去哪儿找他呀？这里没有，那里也没有，这里看看，没有，那里看看，没有，啊。你如何在一万人里找到一个人呢？啊，终于找到了！你怎么躲在这儿啊？这谁能找到呀？因为这里不晒啊。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了，我一直扫描着你的，你这么出众，肯定丢不了了啦。你最好情商方面再努力些。收到。来来来，先参观一下，大三巴，可是澳门的标志哦。其实不是牌坊吧？对啊，它原先是一座教堂的正面，由于大火烧毁了教堂，只剩下这石头质地的钱币留了下来，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由于非常显眼，本地人相约都会选在这里碰头了。嗯，难怪。哎，你也累了。我带你找个地方坐坐，休息一下。好。哎，话说你的毕业设计搞得怎么样了？还说呢，一点思路都没有。澳门呐，可是文创设计的荟萃之地哦，因为历史上的中西合璧，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结构，生长出很独特的文化样貌呢。在这里，你一定能找到灵感的。借你吉言。这座建筑很典雅，嗯，是不是挺有风格的？嗯，这里是玫瑰圣母堂，很多画家来这里写生呢。啊，说起来还是你们电影专业省心。嘿，哪里啊？哎，快看啊，一只大猫。在侧面看效果最好。最佳视觉位置，来，快踩上。哇，好像他从楼群里钻出来了。嗯，来这家小咖啡馆歇歇吧，这里只有澳门情侣才懂得来，很清静哦。嗯，清静吗？不过这里的工艺品有点眼熟啊。这和寄给我的是一套。哎，你不会是在这里买的吧？嗯，被你发现喽。Hello， 随便睇啊，呢啲系我设计嘅产品嚟噶。哇，好幸运，竟然遇到作者本人。这上面的小女孩画的是您自己吗？就呢只女仔叫 Ulala， 佢系我以前细细个用嚟发泄情绪嘅一只女仔。然后咧，我发现咗
呢只女仔咧同澳门嘅建筑物好似又好似可以好容易融合喎，但系我又想将佢表达得更可爱，所以我就加插咗两只猫猫，仲有呢啲雨伞啊，同埋呢啲嘅布袋都系我设计嘅，全部都系攞澳门嘅元素去设计。他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，就是您画的这张大三八。真噶，好有缘分啦、啊！在您的笔下，整个澳门都显得非常可爱。你系咪中意啊？送俾你啊，送一套俾你 啊！不用不用，我来买，我来买。多谢支持。嗯，这个很有爱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澳门卖花生嘅地方嚟噶，佢已经有半个世纪噶啦。那这些地方现在还存在吗？呢啲全部都系澳门嘅实景嚟噶。哇，好想去看一下。可以啊，我带你去啊。高低错落的城区，真有点桃花源的感觉。嗯，这种忽明忽暗的巷道贯穿了整个老城哦，就像一个有机的整体。前面就系噶啦。点解我会画呢一度咧？因为佢系已经有半个世纪嘅一个花生店，系比较有历史同埋好有特色。我觉得佢个门面啊都好靓啊，所以我就想记录佢落嚟。呢度入边咧就会有好多我嘅画噶，可以入去睇下。嗯，好大一幅画啊！系啊，这个是东望洋灯塔。哎，这个胖胖的灯塔好萌，好想去。安排。跟住呢一边咧，就全部都是澳门的建筑物景色去画咯，咁样就形成咗我一个小小的展览啦。相比于明信片，大幅的画作更能表现内心的角落。这是澳门的葡萄牙砖，葡国砖嚟嘅。其实呢个 pattern 呢一边咧，我会制造成一个黑白色嘅画面，系因为当其时疫情嘅时候，我哋都唔可以出街啊，但系就好似冇晒颜色。哦，感觉自己也变成黑白线条了。跟住咧，我都有做一啲嘅小铺信啦。呢个系葡文嚟嘅，系做你所爱嘅东西，爱你所做嘅东西。做你所爱，爱你所做。如果能做到，会很幸福吧。嗯。呢一啲咧，就系呢一个 Ulala 同呢只喵喵猪第一次嘅相遇啦。他从飞碟上掉下来吗？是啊，就是一个飞碟送下来的一只猫，是猫星球过来。从此 Ulala 不再孤独了。那这一只猫其实都不是属于 Ulala 一个的，是大众的。其实是、啊、又有一只猫从更高的地方掉下来了，快接住吧。原来喵星飞船就在我们头顶啊。哎，你看这些被拴住的猫有恃无恐的，原来是上面有飞船啊。原来如此。刚才梁小姐悄悄和我说，澳门有很多隐藏的浪漫画作，想要找到呢，首先要有爱。那她有说在什么位置吗？说了个地名，白色鸽子什么的。白鸽巢前地吧，我知道那里，走。哎，前面就是咯，隐藏的浪漫画作应该就在这附近吧。哎，你看这墙上的是不是啊？不会这么容易吧？哦，这个没有隐藏的感觉。其实啊，这边有很多澳门的世界遗产哦，最有名的就是圣安多尼教堂，每年这里都会有盛大的巡游。人们到这里呢，祈祷来年能够平安富足，以及找到爱情。哦，爱情。哎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浪漫的画作。完全没有头绪。犹如我的毕业设计。你不要那么大压力了，画家也讲了，重要的是要有爱哦。哎呀，还是算了，哈
的畅游，可能更适合当下的我。啊，这么快就放下吧？哎，好像有乐器的演奏声，啊，我们去看看。啊，好。嘿，你快看，有人在跳舞。嗯，服装好漂亮啊。是什么节日吗？应该是葡萄牙舞蹈吧。澳门遗留了很多葡萄牙风格的文化。嗯，确实是地中海那边的舞步。乐器也是海岛风吗？对啊。只赶上了尾巴，我们过去问问。嗯，你好啊，打扰您了。哎，你好你好。请问这是什么舞蹈啊？呢个一个葡萄牙嘅土风舞蹈嚟嘅，咁系澳门一个而家叫做一个特色嘅文化嗰个保留频道。葡萄牙风格的舞蹈啊，那是专业的舞者吧？佢哋一班业余嘅表演者，咁佢哋个个都好中意呢个文化，咁佢哋而家每一个星期都会有好多次跳。哦，就是说会有培训咯。啊，我哋会向个会址上边。能去参观吗？可以，可以一齐。哦，太好了。Hanna， 嗨。这件服装的刺绣好精致啊。每一套如果我哋要订做，可能订要订半年。有把衫都见到好。是在澳门老人家黄金啊，70-80岁去手。哦，他真的 是全部都是猪仔手工缝制，真的是对服装道具的细节很用心。嗯，澳门真的是保留了很多精彩的艺术形式。怎么样，不是我乱吹的吧？肯定会让你找到灵感的。请问你们这个团体历史很悠久了吧？我哋2006年成立嘅，系啦，咁就跳到而家噶啦。回归嗰时已经系跳紧噶啦，咁之后就想继续保持嗰个关系啊。咁我哋继续留翻啲澳门嘅特色啊，个文化嗰啲咁样，所以就不断咁继续喺度跳。嗯，澳门是很多元又包容的城市，因此土风舞才能长久地生长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。你听，前面有中国鼓的声音，可能有表演哦。哇，舞狮，第一次在现场看到。应该是有什么庆典。快看，好可爱的狮子头，很萌。哈哈，哎，狮子们散场了，我们追不追？啊，跟上跟上。哇，这些狮子真的毛茸茸的。好可爱呀。啊，对了，我们的狮子了，除了这个认识的时候有它的威武的一方面了，还有就是有它一个很调皮的很脆怪的。我对你们的表演很感兴趣，能不能去观摩你们训练啊？啊，可以的，晚上来我们的渔翁街啊，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天台。哇，你可真是社牛啊，在学校没看出来呢。可能是被澳门热烈的气氛感染了，刚来就约上了日程。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的毕业设计很有帮助的。哎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钢鼎剧院了。你不是想看舞台吗？正好我带你去。外观好气派啊。哎，这棵树怕是很古老了吧？嗯，当然喽。Thank you.
整个岗顶区域是澳门世界遗产荟萃的地方。因为是老城区吗？或者说是老城区的最高点，葡萄牙人往往会选择高点修建殿堂，就形成了现在的岗顶。哎呀，打雷了，好像要下雨。这个季节的澳门天气说变就变。哎，我们去前面的图书馆避雨吧。这里啊，曾经是河东爵士的宅邸。这是人家的家哎。对呀，河东爵士是他的第二任主人，建筑本身的历史有100多年了。我喜欢这里的窗，水汽让屋外的庭院都显得那么朦胧。这里呢，是河东爵士的书房，想必他决定捐出宅邸时，也是在这里沉思过的吧？是捐出来的呀。对呀，因为是指定了捐赠用途，他还捐了很多购置图书的钱。如今这里收藏有5000多册珍贵的中文典籍，真是福泽后人呢。澳门真是个色彩丰富的城市。澳门除了多元，人情味也很浓的。前面啊，是我家的一位老街坊的店铺，你一定要看看。是这家洋服店吗？对，这是我小时候就存在的宝藏裁缝店。黎叔好。哎，这边这边。你好。这位就是黎叔了，我的正装都是找他定制的。请问您今年贵庚啊？差不多90。90？差不多。90岁还在开店，不可思议。那这个店铺开了很多年了吧？1966年开的。厉害吧？1966年到现在也快60年喽。半个世纪有多了。您是在澳门出生的吗？石岐啊，中山。我爸也在外国出世。这位是您父亲啊，好帅啊。这都是历史来的了，这些。黎叔，据说之前澳都的西装也是找您定制的。这位呢，澳都。哦。李任的澳门总督。这是哪一年的照片？99年，他离开澳门了。回归了。我想知道您90岁还在耕耘自己的事业，秘诀是什么？做人呢应该有点责任感，同啲伙计呢差唔多兄弟班噶啦，咁个人情嗰两个字呢我比较欣赏啲。是因为有很多伙计才不退休啊？我同啲伙计咧有啲不解緣啊，唔捨得佢哋啦。您好有爱呀、为了别人而不肯退休。没退。好，黎叔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您。哦，不着急，来，拿来，拿来。我们应该拿吗？这是老派澳门人的礼仪啦，拿着吧。拜拜。先去酒店住下吧。现在澳门酒店太火爆了。是啊，旅游的人实在太多了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好。哇，还有泳池呢。你好，有人在吗？要一间能看海的房间。芝麻开门。哇塞，真的能看见大海，好想游泳。那还不简单，看我哪吒闹海。哎，海在那边。
今天晚上呢，给你安排了一个节目，郑家夜宴。哎呦，还不饿呢。不是吃饭了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们这是穿越了吗？现在是什么年代啊？欢迎莅临郑家大屋。这是一场实景演出了，这里是澳门历史名人郑观应的故居，现在我们要参与的就是他的人生故事。欢迎莅临郑家大屋，鄙人郑观应。好，就是说这些故事是曾经在这里真实发生的。对哦，郑家大屋作为世界遗产，可以说是历经风雨啊。这种实景重现就像是在旁观历史。对，这个创意真是把古老的建筑演活了。嗯，比仅仅参观一个老房子要有趣多了。嗯，其实我理解你是想早点写完你的书，早点行救国之事，可你都回澳门了，何必这么辛苦？就是啊，叔，您可不能再熬夜工作了，要养好身体。啊，刚才的戏剧比电影还要有沉浸感呢。是啊，现实交织虚幻，澳门太精彩了，真是来对了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你约了舞龙舞狮的排演哦，别误了。哦，对哦，哎，我们快去。嗯。哎 ，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哎，我们晚上就是预备这个练习了，我们就是拿这个道具去我们的天台。这小狮子在等我们呢。哎，还会抛媚眼呢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。哎呀，这动作很危险。这功夫好犀利啊。哎，这是梅花桩。这个就是以前传统的舞狮阵式了，就是用传统的家具摆这个阵。嗯，哎，这练的是腿上功夫吧？对，第一就是要它有一个马步要稳定，第二就是狮头狮尾两个要相配配合，不要整个放错脚。哦，放错脚了他们就会摔下来了。感觉挺危险的。有，一定有危险。这些学员平时都是做什么的呀？学生工作的，公务员的，也有就是住酒店的。哦，大部分他们就是好像整个从小在这里的。嗯，现在是公务员警察。这就是蓝狮比赛其中一个项目，就是进出蓝狮。好像比的就是谁更敏捷谁快，如果你拿不到这个球了你就没分。所以你们的名号是罗良体育会？罗良体育总会。对。哦，失敬失敬，好像精武门的感觉。罗良有85年了，我们就是第二代。那体育会招收学员是要收比较调皮的小孩吗？从这里能够练习好的东西呢，一定是乖孩子来的。哦，一定的。如果不是就练不到这个身手的啊，因为练习的时候是很辛苦的。嗯。又是这只可爱的狮子，他们在干嘛？好像啊，是有小朋友来画龙点睛。嗯，是画师点睛。哦，这个狮子买回来的时候我们是零售来的嘛，它只是一个工艺品，我们就要给它赋予这个生命力，点睛之后呢它才是一个狮子，它才有这个生命力。嗯，我们跟这个狮子点睛呢就用几种人，一种就是这个有地位的人，一个就是小孩子。嘿，早啊，难得你能找过来。我一路导航呢。这是吃早饭吗？是早茶了，带你尝尝澳门特色的茶餐厅文化。看招牌就饿了。嗯。啊，你点的都是
什么呀？这是烧麦，这是牛肉丸，排骨，还有凤爪。哇塞，看起来很扎实。点啊，啲嘢好唔好食啊？嗯，太好吃了。澳门和广东都有早茶的传统啊。是啊，我哋澳门嘅文化咧，就好多都系跟随广东嘅，就有一盅两件嘅习惯。就朝头早咧就饮食下啲牛肉啊、凤爪啊、烧麦啊，咁啊饮杯中国茶咧，咁啊跟住补充晒体力先翻工。嗯，澳门嘅茶餐厅啊，可以说是独步天下。嗯，系啊，就除咗我哋有中式嘅点心啦，有西式嘅咖啡啊、茶啊各方面，亦都有葡式嘅食物，包括呢个葡式嘅烧肉包啊。哦。这种汉堡在别的地方还真是没有见过。呢个包咧就真系融合咗我哋中葡嘅文化，葡式嘅猪仔包，咁入边咧就有我哋中式嘅烧肉，所以就系叫做系烧肉包，我哋叫做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谢谢开叔。好，慢慢食。系。澳门的这种茶餐厅还真是很特别的存在。是啊，说起茶餐厅啊。澳门人其实很骄傲的，因为这里是最先开埠的地方，可以说呢是全世界茶餐厅的起点。哎，要说的话，其实呢是隐藏在幕后的世界遗产。这么厉害啊，那吃对了。这条路真是很舒服呀，这么多的花儿，树也长得好看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哦，这个纪念碑啊是用来纪念战胜海盗的。这么强？是啊，毕竟澳门是大航海时代亚洲的门户，这边的商贸非常繁盛，是把亚洲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水手节呢。你这个比喻好形象啊，都可以拍电影了。哦，话说你的电影梦如何了？嗯，还在筹备中，我也需要一些灵感呢。不早说，走，我帮你去找。哦。华大旅店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么眼熟？这里啊，是王家卫电影的取景地哦。哦，我说呢，2046和花样年华。哎，这个阶梯我记得电影里出现过。对。你好。嘿，你好。请问有2046号房间吗？你是不是看了电影过来的呢？我们其实没有这间房的，2046个房号是他们带来的。不过他们拍呢就在303号房，我带你看看。哦，这样啊。就是这间房了。2046拍摄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自己的装饰。当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不过就可以拍到他们那个年代，就是50-60年代那时候的特色咯。哦，真想不到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房间啊。电影真是魔术啊。其实不止的，他们拍过这个房间，也都拍过我们另外一个很受欢迎的房间，是骑楼房来的。这个房间更有年代感，好像一下子置身电影之中哦。其实你刚才说的2046都在这间房拍过的，很多其他的电影啊，还有很多专业摄影师啊，他们都网红的嘛，都很喜欢来这间房，因为他有一个我们最漂亮的骑楼，带你出来看看。这条是科隆新街，是澳门最古老的其中一条街道。想不到澳门最古老的街巷就藏在这儿。本身这个建筑它经历了百几年的风雨，其实它自己本身的故事比我们拍电影的故事更加精彩。哇，比电影还要精彩，真的吗？咁特別有傳奇嘅故事咧，就係喺辛亥革命前咧，其實呢度都聚集咗好多幼稚嘅青年，咁佢哋就喺呢一度開會啦，搞一個報紙啊，即係諗住可以點樣可以振興中華啦。有好多人佢哋就喺呢一度作為一個匿藏點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哋當時嘅出面嘅科隆新街咧，係一個好繁榮嘅地方嚟噶，有茶樓、酒館啊、電影院啊、煙館乜嘢都有，變咗係一個好好嘅匿藏嘅地點。而加上我哋呢個樓本身咧，你喺外面睇佢好似係3层，
四層啦，但係其實喺樓與樓、層與層之間都仲有一啲夾層，係四通八達嘅。好似我哋上面咧有一個天窗，我哋家族嘅老人家話俾我哋聽，其實佢係一個哨站啦，佢哋有一啲人喺上面放風啦，或者係叫做係睇水啊。當如果街區有啲咩事發生嘅時候咧，佢哋就會好快可以喺另外一邊逃走。點解啊？因為我哋其實後邊咧有另外一啲出口嘅。啊！听完这座楼的故事，真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啊！谢谢你带我来到这里。不用谢，洒洒水喽。啊，这儿有家凉茶店，我们进去喝杯茶吧。这凉茶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哦。啊？哎，他太漂亮。你坐着。喺度啦，損咗，損咗，係啦，啲痛㗎，係啦，係啦，脷底反脷。好，嗱，你自己都認識，因為條脷嘅表面啊係有濕但係有火。我胃暈。我陣間我話你知要食啲咩嚇？唔啱嘅，你先飲啲杯。好嘅，好嘅，我唔該你啊。買涼茶必須要看舌頭的嗎？你去問問店家吧。澳門喝涼茶都要看舌苔嗎？不是，這是我們家的特色。哦。因为我爸是一位郎中医，哇，啊，所以他帮病人看那个舌苔的时候，也是根据他的自创的那种看法。那您也会看舌苔吗？是，因为我本身是医生，肯定会给人家看的。您是医生啊？对，我有执照的，失敬失敬，澳门注册的医生执照，啊，我的诊所就在旁边啊，好想体验一下。可以，我带你过去。好。哎，你今天好奇心爆棚啊！澳门每个角落都有惊喜啊！好。这个就是我的诊室啊，所以凉茶解决不到问题的，我们就用那个中医的手法，比如说外治内服，都可以的。所以客人来买凉茶，心里是想着调理一下身体。对，比如说有亚健康病啊，或是他平时就是生活饮食习惯，不太端正了啊，这时候造成这个身体不舒服，他们就爱喝凉茶，来起到一个保健调理的作用。嗯，学中医一定超级不容易吧？读了一个本科，一个硕士，所以加起来差不多十年。包括实习，十年了。那您是为了家族的事业，还是个人兴趣学医的呢？我自己本身比较爱好文化的那些学科的，因为我们家毕竟是做了凉茶这一行，所以促成我就读中医，所以牺牲也是不少的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想，也是值得的啊！我看到他们就说：“哎，陈医生，我病好很多哦。”那种满足感。哇，真的很大！哎呀，喝了凉茶，好像一下子满血复活了。那个好像没有补血的成分吧？走，再带你去个地方，下个地方啊，你一定喜欢。哦，怎么成了你带着我？为了你的电影梦啊！这里呢是知名的网红打卡地。哦，恋爱像嘛。叫恋爱电影馆嘛，所以我们希望有恋爱的感觉，然后设计出来的这个五彩缤纷的这个座椅。那这儿放映的电影都是爱情片吗？
这是文化局辖下的一个电影院，然后我们当初定位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主要是放映外面商业影院不放的片子，所以我们主要是放就是艺术电影。他也想拍电影，可以来这儿申请首映吗？是可以的。好开心啊，感觉你的未来之路清晰了很多。片子还没开始拍，放映场地已经有了呢。别着急嘛，创作的事情啊要一步一步来。嗯，不着急。你看这里所有的剧照都是在澳门取景拍摄的电影。是啊，澳门很适合拍电影。澳门的夜景真美。你也发现了吧，澳门的日与夜是两座不同的城市。真的吗？差别很大吗？是啊，浪漫的气质是夜晚才会显露。晚点我带你去看景。那太好了。哎，这里真热闹。这是观野街，现在呢也是超有人气的一条老街。好多好吃的呀，带我来这里是要请我吃大餐吗？你猜。港澳驰名水蟹粥。对，这家水蟹粥很赞的，老板是我的一位长辈，他说要煲粥给你喝。真的？李叔好，这位是我的同学。叔叔好。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您真的煲了粥呀？对呀，这个就是水蟹粥。这粥是澳门特产吗？对呀。感觉很豪气。以前你也知道，是澳门本来是一个小渔村。嗯。渔大部分是渔民。嗯嗯。渔民的嘛，他出去，海上干活的时候，当有渔窝回来的时候。也有那个水蟹也有膏蟹药蟹也有的三种蟹也有，但是好的东西他们一定是拿去卖的，拿去小商去卖，那水蟹基本上不值钱，他们留来自己吃，那吃的时候也吃不了那么多，那只能就把它熬成烧来吃，慢慢就发现哎那个味道很鲜甜很美味。那先别说吧，你们先来尝一尝好看看这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啊？好，迫不及待了。哎呀，感觉在澳门每天都要吃好多呀。有的澳门人一天要吃四五顿呢。这么多，早茶早午茶，午饭下午茶，晚饭夜宵呢，随便数数都六顿喽。天哪。哎，这里是亚坡井前地。这里也是世界遗产了，据说早在明朝就存有了，有水的地方就成了澳门最早有人聚居的地方。这样啊，那所以说这里是最古老的澳门。是啊，哎，传说喝过亚坡井水忘不掉澳门，要么在澳门成家，要么远别重逢。天色已晚，请来这边。啊，这是摩托车。后面呢，由我带你看景兜风。可以吗？注意安全啊。安心啦，澳门人都会骑摩托啦。澳门的每一天都色彩缤纷的。嗯，是谁来的时候着急上火的？哎呀，真不经验的，又走到大三巴了。澳门其实很小。啊，
前面那个是哪吒庙。香火很旺的哪吒闹海的故事你听过吧？当然，只是没见过哪吒庙呢。澳门的哪吒庙据说有驱逐瘟疫、保境安民的传说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还有哪吒展馆。这些是什么呀？不会是哪吒留下来的吧？看着还挺好看的哈，富丽堂皇的。你好。阿亮。请问一下。这些是什么呀？那个联字呢，是我们百几年历史的，我每年的农历十八呢，我们都会抬着联字呢，在澳门巡游普安的，希望我们祈求国家繁荣富强，澳门市民安居乐业。我的兵器呢，就是我们每一年我们都巡游普安都出去外面表演的。对了，哪吒巡游啊，我看过，队伍很长，场面非常壮观。说起保境安民，澳门很有一些独特的文化景观呢、现在都是世界遗产哦。妈祖阁，这里供奉着妈祖，庙宇面朝大海，无论起航还是上岸，人们都要卜问妈祖娘娘的。那这里又是？这里是圣老楞佐教堂，教堂上方的铜钟，看到没？曾经只要有远洋而来的船只靠岸，钟声就会响起，因此本地人都称它为风顺堂。钟声一响，平安到港。哎，总结到位哦。走，咱们去东望洋灯塔。哎呀，不是说澳门不大的吗？怎么会这么累啊？确实哦，对于旅游者来说，在人群中暴走会很疲劳。灯塔是在山上吧？对我的体力有点挑战。别担心，我已经想到了这一点。你看，耶，你哪里找来了车啊 ？Hello， 早晨。你好。你好。上车呢？我这位朋友可是全澳门70万人中车速的天花板，冠军赛车手。那不是车神？哎，名副其实。作为赛车手，澳门的大奖赛您参加了很多次吗？在澳门的格兰迪捷大赛车参加20年了，已经是。咁今年呢都会继续，因为今年澳门是70届啦，第70周年啦。咁今年就一样会参加。哦，这感觉也不快呀。您平时开车是不是也会比较小心一点？是啊，以前呢初初出嚟赛车咧，都会中意喺个街度可能叫飞下车啦。但系赛咗车之后咧，就觉得咧马路就好危险。喺赛车场咧，我会觉得100%我会有信心，因为赛车场只系得 one way， 同埋唔会侧边有车走出嚟啊，唔会有人走出嚟。澳门的路日常很难训练吧？因为澳门街道唔系正式赛车场啊嘛，车手咧就会去内地咯。咁我哋最近咧广东省咧，我哋就会有珠海国际赛车场啦。基本上我都有好频密咁样去呢个模拟器嘅练习啦。因为今时今日嘅模拟器咧，同真实嘅车咧，其实系争咗个程度咁嘅啫。咁所有嘅嘢咧，基本上同真车咧都可以有噶啦。为什么会做一名赛车手呢？一个朋友嚟嘅，坐我车，佢感觉到，你个手车都唔系太差，唔好喺街度飞啦，不如去赛车场试下啦。因为你喺个街度飞，冇人会话你叻噶。你个赛车场你赢到场赛事，就有人会话你叻噶啦。真是醍醐灌顶的话哦。系啦，呢度上边就系灯塔嚟噶啦，咁希望可以帮你哋指明方向啦。感谢车神。谢谢。这座灯塔是澳门在海洋世界的象征，当来往于远洋的水手们穿过马六甲，这里是他们看到的第一束光，意味着
他们到达了亚洲。真的是亚洲之光呀，它能为远洋漂流的人带来希望。没错。那我们上去看看吧。啊，这就是灯塔上的射灯啊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不要小看哦，这可是水晶灯，透过水晶透镜呢，光束可以照射16海里远呢。好厉害啊。现在你在地图上搜索澳门定位的标志，就会停留在这盏灯上面。我对澳门越来越有爱了。如果我想深入的了解澳门，应该去哪儿呢？深入的，那可能要查一些资料呢。倒是有一个地方。哦，什么地方？说的好像很神秘的样子。确实有点哦，澳门有一家神秘的图书馆，平日里要特别申请才能进入。他收集了400年历史的澳门资料呢。这么厉害啊。这座图书馆好独特呀，也有点像哈利波特魔法学校。在以前呢，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市政厅的其中一个办公的大楼。咁啊，喺1929年咧，佢就用一個好名貴嘅木材啦，同埋好輝煌嘅一種工藝咧，就會做成一個藏書樓。這些都是什麼書呀？地理啦，化學啦，文學嗰個範疇，就由不同嘅澳門嘅社團啊、學校啊，或者係機關咧，或者私人嘅捐贈出嚟噶啦。啊，這裡有一本澳門的攝影畫冊。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去。哎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懂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跟我来。啊，这就是这里。我们之所以之前没有发现，是因为我们总是茫然四顾。所以呢？其实我们忘记了关注脚下。这就是画家提过要有爱才能发现的浪漫画作呢。大地才是那个舞台。爱神维纳斯，原来如此啊。你看维纳斯怀抱着远来的帆船呢。是哦，要有爱。对呀。你知道吗？这片地区又被称为花王堂，是历史上西方人举办结婚典礼的地方哦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对了，今天有烟火表演哦。好啊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今晚的月亮真美啊。是啊，风也很温柔。哎，开始喽，开始喽。天空和大海都被染上了幸福的颜色。我的心里也是。谢谢你。还会再来的吧，澳门。